点的闹钟吗？现在还躺在床上看 Mina 直播。妈鲁午安，蓝云午安 ，Hello 十一，小易小易午安，晨晨午安 ，Lawrence 午安 ，Hello 任品君，任品君，为什么任品君有勾勾？任品君昨天不是没来吗？茄子午安，企鹅午安，晨晨没睡觉等直播，太辛苦了吧，家豪，谢谢鸡腿的 love。我今天还没有开嗓，所以声音有一点沙哑。嗯，我今天是第200次直播，真的哦，刚好在520是第200次直播，好巧哦。幼鹰午安 ，Hello 玄阳午安，阿如午安，来放一下。嗯，不知道放什么歌哎、欸。随便放放。小风仔午安。这歌单听起来蛮轻松的。Ice 午安 ，Ice 你是来跟我说520的吗？Hello 阿萧，阿萧午安。你俩今天穿的有点运动风，好像要绑个马尾。张先生等等还要出门上课，不过可以睡到中午不错的啦，下午才有课是吗？谢谢银牙黄送我嗨。艾子不是来跟我说520的，好哦，谢谢嘉豪的啾啾你哦。艾子是傲娇，谢谢茄子的看哈你哦。今天是芋头鼠，芋头好吃。谢谢熊熊，熊熊送我。这是什么什么？这是韩式花束吗？谢谢熊熊送我熊熊花束，谢谢小白兔的心之光，萝莉狼，萝莉狼来了，狼哥午安，还有小千，小千没睡过头，难得哦。Hello 黄鱼，谢谢爸爸的告白气球，谢谢爸爸，而且爸爸怎么突然把头贴换成？去年生日会的照片啊，是因为今天是520的关系吗？哦，我的马尾绑好久，其实我现在这个长度不是很好绑马尾，就是不能绑得很高，不然会掉下，还不够长，绑稍微侧一点好了，你们比较看得到，这样比较好。谢谢嘉豪的 kiss 啾啾。Hello 塔瓦哥，午安。什么？今天是520九，但不要再装了。昨天都已经说是绿草第一周年519了。九蛋居然还说什么今天是520？侧马尾这样看得到。得体。啊，大家吃午饭了没啊？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今天要吃什么了吧？因为昨天被爆雷。谢谢阿提亚的星之冠，绿草地是519，没错吧？还是绿草地是520？总统就职纪念日。Hello， 哈娜玩，对，我今天要吃辣炒年糕。博弈无安，哎，我是不是没绑好啊？有一点乱，会吗？还是还好？520有什么特别的吗？520没什么特别的，每一年都有520，可是今天是2020520。
谢谢嘉豪的新之外，2020我你是一辈子只有一天哎，真的。谢谢艾文的五彩宝石，好，谢谢威鲁的告白气球，爱你爱你，对，今天是爱你爱你，我爱你。谢谢阿基拉的熊熊花束，因为上面有熊熊，我就叫他熊熊花束。艾斯怎么冷淡？我刚刚告白了耶！2020 521一辈子也只有一天。那请问521有什么特别含义吗？对艾斯来说，哪一天不是一辈子只有一天？不是啊，可是啊，你们都不浪漫，不想要跟你们说话了，不特别就算了。那我们现在关直播，大家午安，去吃饭吧，上班加油，拜拜。反正没什么特别的嘛，没什么好庆祝，那我就关直播了，大家拜拜，拜拜。哎，杨鼠送我星之冠，谢谢杨鼠的星之冠，好了，让星之冠出现一下在观台。谢谢杨鼠的星之冠 ，Hello， 大家拜拜。Simon， 午安。我妈会绑那么久人心关，可以啊，反正我也没有绑很好，是不是？其实上面有一点乱。Mina 平常明明就是最不浪漫的那个，哪有？我很浪漫，好不好？你们说到浪漫就会想到什么颜色？想到浪漫就会想到紫色，那种紫罗兰，还有薰衣草花海，就想到浪漫就会想到紫色啊！你是今天穿的颜色就是浪漫的颜色。谢谢浩志的星之冠。浪漫不是红色或粉红色吗？嗯，好像也是可以吼。谢谢坤坤的宝石。谢谢萝莉狼的梦幻烟火。谢谢萝莉狼。今天没有缴电费，谢谢茄子的星之冠。烂漫跟浪漫都可以啦。今天没电，可能520就是电费爆表。谢谢季风亮的枫叶，什么狼哥的头贴是什么？我看看，狼哥的头贴是熊，狼哥是熊。萝莉熊 ，Lolly Bear， 你是萝莉熊，萝莉熊，想当熊 ，Mina 抱着的熊，仓鼠今天先勉强当一下熊好了，Hello， 叶兰午安，又见面了。我们12小时前才见过，13小时啊 ！Hello， 志祥，午安。我现在准备去弄我的午餐，可是我在想要不要加 cheese， 就是辣炒年糕，要不要加 cheese 啊？我有准备了 cheese， 但是又觉得加 cheese 好像很奢侈，加蛋，辣炒年糕不加蛋，好不好？要加吗？昨天姐姐还没加cheese吗？cheese当然要吃的时候再加，不是吗？韩国人会加蛋，你说生鸡蛋吗？哦，水煮蛋哦。今天特别加起来好，因为我觉得好奢侈哦，因为cheese一片蛮贵的。爸爸昨天吃尾鱼。为什么爸爸说吃鲔鱼吐司有加 cheese 好哦？通常鲔鱼吐司都会加 cheese 啊，可是只要不知道为什么看到爸爸打鲔鱼，我就看成鲔鱼肚，原来是鲔鱼吐司。
我才想说，爸爸昨天尾鱼肚，我想说，嗯，只有昨天吗？Hello， 太空午安。这音乐怎么忽大忽小声啊？好讨厌啊 ！Hello， 阿华午安。为什么一个月多用一箱 cheese？ 因为都被 Mina 偷吃 cheese。哎，国树什么时候来的？国树午安。爸爸游泳圈。夏天到了，大家一起去海边玩，耶！今天午餐要吃什么芋头吗？芋头，我们家最近有买了冰，买了冰了的各位，我买了芋头冰那种加冰。加冰是超便宜的，有时候想吃冰，但是太贵吃不起，没关系，低压冰就是一个可以消暑的好选择。阿华家都是红豆冰，为什么？你是说蚊子太多，你都是红豆冰吗？冰淇淋也买了，冰淇淋跟冰棒都买了。然后我昨天其实试挖了一下那个，不是昨天，前天啦。谢谢萝莉狼的熊熊花束，谢谢萝莉熊，谢谢萝莉熊，萝莉熊，熊萝莉。我试了一下那个挖勺，我发现挖勺太大了，超级难挖，就是比用汤匙还难挖，哎，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超级难挖，我很后悔买了那个，因为冰淇淋太小桶了，感觉应该要到外面店里大桶的才比较好挖，可是我用在家里有点不适用。对啊，买太大了，好难过，不意外吗？怎么办？Hello， 喝进喵喵午安。有火锅店的感觉吗？但火锅店的冰淇淋是更大桶的，所以用大的勺子挖可以。可是你那么小，你就没有什么移动空间，你就只能一直抠，就是挖不起来，只好再去买大桶的冰淇淋。为了买一个50块钱的冰淇淋勺，再去买更多冰淇淋，太不符合成本了。冰淇淋是要吃到何年何月啊？火锅店专用冰桶，就是因为一桶会吃很久啊，然后就是融化了再冷冻，所以冰就变得很难挖。我去外面吃饭的时候，自己带冰淇淋挖勺去挖，这个人也太奇怪了，谁随身带一只冰淇淋挖勺？而且还要特地找有那种有冰淇淋的店。所以就知道那个冰淇淋店的店员有多辛苦了，每天挖那个冰淇淋真的是臂力要很好。新的基本上是软，但是就不适用家庭真的不能用那个挖勺呀，不如用汤匙直接挖，这样环保，哪有环保啊？一般的那个，我这里眼头好像太亮了，磨掉一点，这样看起来正常。一般环保是指那个吧，要用免洗的是不环保的，可是冰淇淋挖勺没看过免洗的，因为免洗根本挖不动啊，免洗的就断掉了，好不好？决定开一间冰店。但是我觉得开冰店有一点麻烦啊，就是如果是我还想开豆花店，因为我自己喜欢吃豆花，然后豆花就是可以吃冰的，也可以吃热的嘛，就不会像冰店冬天就倒了，塑胶下去就回不来。对啊，眼尾亮到会刺眼，我也觉得今天的眼尾有点太亮了，我去拿眼影补一下好了。啊，我顺便去，我是不是要做的事情有点太多？我要去微波，我先去微波一下我的午餐。
我去微波一下我的午餐。我的午餐是哎呦，辣炒牛肉会不会装太多啊？我不知道我吃不吃得完，应该吃得完吧。我的午餐还没微波，然后我要加一片 cheese， 是你们刚刚说要加的。老鼠最喜欢的 cheese， 你们会不会直接单吃 cheese？ 我超喜欢，可是因为太奢侈，所以很少这么吃。对我来说应该算多。你们到底觉得 Mina 食量有多小？可以加两杯，不行啦，这太奢侈了。好，我现在去微波一下，我顺便拿眼影补一下，先交给小仓。OK， 各位。一坨面分两餐吃的量，我要补一下我的眼影。这样有没有看起来好多了？嗯，我也觉得这样比较顺眼。OK。好美。Hello， 呆呆87号。还有另一眼，可是另一眼看起来蛮 OK 的、啊。拿东西这样微波不到20秒，还在微波啦，现在还在微波。Hello， 叉奇午安。眼皮好 Q 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眼皮好 Q？ 今天小仓比较圆，没有比较扁就好了，因为现在就拿它靠背都做到扁掉了。帮小仓上眼影，小仓眼睛够大了，不需要眼影。下睫毛好团结，好团结，下睫毛好团结，什么意思？什么叫好团结？是存在感很高的意思吗？叮叮好了，对，去拿一下。我现在只要嘴角上扬，就会想到昨天那个对奶奶的笑。Hello， 无尾狐午安。白头 Mina 的笑都是发自真心的，好不好？我先去拿一下我的。啊，刚刚画的那眼的下睫毛有点显，这边的下睫毛哦，你说这边吗？还是我去处理一下，今天有点太画的不好。Hello， 毛更午安，我先去拿一下我的午餐。
我拿这个点它，太烫了。看起来很有饱足感，感觉很不错哦。艾桑，艾桑，こんにちは。很烫，对，希望不会弄倒，我要小心。妆太满了，它刚有满出来是吗？等一下哦，我看一下你们趁我不在的时候做了什么，有没有欺负小肠？好像焗烤意大利面，焗烤意大利面我喜欢。刚刚没有满出来，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感觉中间是冰的，我吃吃看就知道了。今日午餐。辣炒年糕，为什么辣炒年糕加葱啊？对，这对这姐姐昨天晚上做的。谢谢孝贤的真情告白。吃得完吗？我今天就来挑战看看，若挑战成功，就可以封米娜为大胃仓鼠王。小张在想很有深度的问题吼，都不告诉我的。小张也想吃是不是？我先吃，吃不完再给小张吃。那我要开吃哦。看一下有没有微波够，我微波差不多一分半左右。谢谢朱里安的嗨。小仓告密米娜的恶行恶状，米娜才没有恶行恶状，我是优良市民。我赶快吃，不然气死就……怎么觉得气死好像已经冷掉那么快哦？不管了，先吃再说。我先试一下，是不是里面真的不够热？我觉得好像有热啊。可是这起司怎么没有很哆嗦哆嗦的感觉？不够热，我再夹。那太冻了，いただきます。不够热。没有昨天那么 Q， 那就要再微波一下。可是摸起来好烫哎，那再去微波两分钟。对，硬硬的。离开直播间，小仓饿坏，我才饿坏了。我从昨天奶奶煮好，我就一直很想偷吃，然后就奶奶可以吃吗？然后她说要忍耐，等到明天。然后我就想说好，然后就睡觉的时候就一直想着好，我第二天要一定要吃这个。然后我今天早餐也没吃，我就一直在等今天中午要吃辣炒年糕。真的啊，而且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早餐非常的重要，早午餐都很重要。我的话，我平常睡觉前，我就想着最开心的事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可以吃早餐，很开心，就是我起床的动力。谢谢孝贤的新之冠。小仓刚刚都不念你留言，什么？小仓都不念你留言，我帮你。我帮你骂他，帮你揍他，再不念留言啊！哈，那个美牙对小新的那一招，这个转脑袋叫什么啊？Hello， 金母啊！为了吃年糕不吃早餐，因为我想说今天午餐要吃很多啊。小仓的头要变形了，刚好变瘦啊。小仓刚刚在想事情，不要欺负他，好吗？
我没有欺负他，我在帮那个粉丝出气。粉丝说小仓都不念他留言，美牙犬。对，那我是不是要拿桌子过来？我去拿桌子跟那个年糕。给吸很多，不要欺负同类。没有啦，我跟小仓都是这样，打是情，骂是爱，大家知道的。好，我去拿我的那个午餐。各位，不好了！各位，他整个满出来，救命啊！他整个爆出来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他，救命啊！好，大家，他满出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我不知道，我现在拿出来吗？怎么办？怎么办？等一下，他很惨，火山爆发了。现在开动，这我刚才咬一口发现不够热。好吃。谢谢浩志的看好你哦。有没有那么久？有啊，我是贪吃的小老鼠，差一点就晚上把它吃了。谢谢爸爸 kiss 啾啾。可是 kiss 你整个龙刀看不见了，我本来还期待。
上面有 cheese， 还是 cheese 都不知道跑去哪了，根本拉不起来，已经不见了。其实可能在微波炉里，那中间还是有点硬哎、为什么啊？它都已经爆成这样，可是这个里面还是有点硬，这是为什么呢？这都是表面。微波的，其实微波都没了，微波完整个都没了。啊，我知道，我刚刚应该微波一分钟，然后要翻面再继续微波，因为我发现底下的比较软。底下的就很软，用电锅蒸应该很好吃吧。谢谢今天你们的欢，好好吃哦。里面还有放五花肉片跟洋葱，微波好像蛮容易受热不均，通常都是上面很热，底下还不热。其实一般外面的辣炒年糕都是没有其他料的，只是奶奶觉得这样比较营养均衡，所以自己放了肉。没有什么是微波两次解决不了的料理，微波炉很强大。可是我刚刚要翻过来，但我刚刚没有翻，会造成现在这个惨状。鱼肉啊，没有鱼肉，是五花肉。我们是放五花肉，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口味。有熟吗？本来就是熟的啊，本来就是熟，只是加热而已。哦，里面有热吗？对不起，我眼睛也长肿。有啊，有热啊。可是没有昨天，应该就是没有翻过来啦。谢谢杨雄的眼睛也长肿。底下的有肉，就是上面的中间没有那么软。Hello， 翠翠午安。奢侈的辣炒年糕，其实这去外面吃不便宜耶。那如果自己做，成本很低啊。年糕一包应该40几块钱吧。反正自己做成本一定是100块以内。在吃什么辣炒年糕？你其实不知道是辣炒年糕颜色还是我口红的颜色了。加蛋微波会爆炸吧？爸爸今天午餐又吃炒饭，为什么是又是？因为我觉得很好吃哎、欸，
炒饭我基本上都是不知道要煮什么的时候，然后会拿剩饭，因为剩饭很干，单吃不好吃，就拿去蛋炒饭一下，比较方便。韩式酱很贵，这个酱我也忘记多少钱了。真的很好吃啊，觉得等待那么久是值得的。蛋可以微波，有啦，我之前有看过人家说用微波炉做荷包蛋的，我之前其实有做过，可是那个蛋会粘在那个碗上面，就是你碗要抹一点油就可以。好像是这样，一盒要100-200，但做这一锅好像只用了一点点哎。香肠凤梨炒饭听起来好好吃哦，虽然爆开但看起来不错吃，其实搞不好就是爆开才看起来好吃的，有没有？火山喷发的感觉。整颗蛋不行，到底哪个笨蛋会把整颗蛋放到微波炉里面？是笨蛋吗？一点点颜色就这么漂亮，因为韩式辣酱颜色本来就很重。不少人这么做，真的假的？太没有，在想什么啊？跟把手机拿去微波的人一样，在想什么啊？例如 Mina 才不会把蛋整颗拿去微波炉嘞。水煮蛋放去微波也炸的，但是不能微波太久啊。家庭主妇，身为家庭主妇，基本的微波常识要有好吗？什么材质不可以放进微波炉？不然放进去就会炸掉，这种常识还是要有的。微波都，但是微波有时候微波一些比较有油脂的一些什么肉类也很容易会炸掉啊，真的没办法。微波炉好像常常被大家拿来乱玩，对啊，微波手机就是啊，超恐怖的哎、欸。微波炉底下那个转盘要不要先拿去泡水？对，我。没关系，我直播结束再去弄。我直播结束再去弄，因为我今天直播一直消失，觉得好像不太好。我直播结束再处理。书没有写不能微波手机，又怪厂商了。这样会告成功吗？两颗葡萄一起微波会起火，这是看到 YouTuber 做的实验吗？到底谁要微波水果啊？为什么要微波手机？我也不知道哎、欸。为了 YouTube 的影片点击率，有厨具是可以用微波炉煮水煮蛋，是其实你只要。不要让水煮蛋，不是你不要让蛋直接放进去，你是留把它浸在水里面的话也是可以，可是干嘛要这样弄水煮蛋呢、啊？你就直接煮不是更安全？有些人会测验把 iPhone 从高处摔下去，看它耐摔程度，就是有钱人啊。
有些人做实验，我们只要负责看影片就行了，我们就不需要自己去尝试了。微波饼干，饼干为什么饼干要微波？喜欢吃热的是不是？Hello， 逍遥叔，午安。继续吃。谢谢嘉豪的天使猪猪。嗯，爸爸吃完午餐有什么时候？整包洋芋片丢到微波炉。洋芋片不用丢到微波炉，你坐个飞机都可以爆了，还要丢到微波炉？微波爆米花本来就有啊，本来就有爆米花是微波的啊。便利商店卖的爆米花不就是微波就好了？人类就是这样啊，很无聊，就什么事都想尝试看看，开始做各种实验。可是普通人做实验就只是在乱搞，天才做实验是可能他就研究出了什么什么东西，那是天才的思维。我要来吃肉肉了，是五花肉哦。还一直在低级。留言终结者，你说微波，小千说的是把洋芋片整包拿去微波的人吗？变成学校的传奇人物，他是往生了是不是？微波然后出意外，把曼陀珠丢进可乐里，哦，但是那个很多人试过啦，就看影片就好了，我们就不要浪费钱去做这些，直接让人也不见得会往生，但是感觉会住院吧，就是太危险啦。本来那种铝箔纸那些东西本来就不能放进微波炉，会烧起来。啊，还在便利商店微波，他可不可以用他自己家的微波炉啊？炸的是微波炉，可是人微波的时候会在附近吧？虽然哦，我微波的时候都会离很远，因为我记得小时候我爸就跟我说，微波炉有辐射，然后我就非常害怕辐射，所以每次只要一微波，我就会站离他十万八千里远。我们家也没十万八千里，就是至少会站能多远就多远。我今天吃辣炒年糕，大家都觉得 Mina 会吃不完，可是其实我觉得量没有很多啊，这就是一般家庭的小碗。谢谢爸爸的告白气球。我觉得你们都低估 Mina 的食量。我其实是大胃王，而且我觉得这个小碗的量一点都不多啊。你们看这样一碗，可是都是酱啊，其实年糕
大概吃了三四个而已，吃三四个年糕怎么可能会饱，而不是小鸟胃，我又不是小鸟胃，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都会觉得很多呢？吃四个年糕哪里多啊？我可以算一下，现在里面有几个年糕。我刚才我吃了四个的话，里面还有两个年糕，是总共六个年糕，总共只有六个年糕，哪个人吃六个年糕会饱啊？只有六个年糕好吗？偶像才不是吃空气，我们不是神仙呐、啊。杨雄吃六个年糕就会饱，这是假的？那你很好养哎、欸。维娜吃饭都吃几碗？饭的话大概半碗，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吃饭。不要说八八吃不饱了，六个年糕怎么可能吃得饱？水饺平常呢？水饺至少都要吃六个了，怎么可能吃年糕只吃六个？水饺里面还有包料哎。各位 Mina 不是小鸟胃，你们这样我都不敢吃东西了，我才吃一碗辣炒年糕，六个辣炒年糕，你们就说 Mina 吃好多吃的完吗？然后都会害我很有罪恶感，想说我这样吃很多吗？我这样吃很多吗？水饺吃十个以上，要看是哪里的啊，因为有的是有的水饺做的比较小颗。杨雄不喜欢年糕，什么？这世界上居然有人不喜欢吃年糕？平常吃一片吐司，一片吐司，辣炒年糕如果要换算成吐司，也至少要八个以上吧。那年糕一个那么小哎、欸，一口就没了、欸。吐司我都能咬个十口。吃年糕很累，哪里累啊？你说要咀嚼很累吧？那你不要吃饭算了。因为我自己是喜欢吃这种像抹吉那样 QQ 的东西，我自己是喜欢吃这样子。似水秋风午安，咀嚼到累了，那你们都喝流质食物算了。剪刀枪，不是啊，我觉得你们很没事。好，我觉得你们很难伺候，你们不是很浮夸，你们很难伺候，就是吃了年糕你们就你们说、年糕要咀嚼好麻烦哦，不喜欢年糕，想说呵呵不要，你们当神仙，你们不要吃算了，很难伺候，还是要小时候妈妈小时候都是把食物放到嘴巴里面，然后给小朋友口对口给小朋友吃，因为小朋友小时候还没有牙齿长好嘛。你们要像这样吗？你们要回到小 baby 的时候吗？不行，我们已经是大人，要振作，不可以这样。直播也好麻烦，那你可以用听的啊，听我咀嚼。抹吉抹吉的年糕，
想让客，想让客啊！你哪喂我？杨雄不是不吃年糕，不吃年糕你还要我喂你呢？哈哈，同学很常吃粥，因为懒得咬。真的有这种人？真的有这种人？到底人类到底可以多懒惰？年糕就是要慢慢嚼，对啊，除非你没有时间赶吃饭的话，你太赶可能会噎死。他说我真的没什么吃到气血，他都融化了。放假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跟我一样，我也是平常没事就待在家，不会随便出门。因为出门又要花钱，不出门就不会花钱。再来一碗，如果我再吃一碗，你们就要说米娜是大胃王了。但我觉得这个分量吃两碗绝对不是问题啊。骑脚踏车、大车也不用花钱。谁要跟我脚踏车、大车？讲大车是不是很怪？好像是要讲大车。谁要跟我脚踏车、大车？也太无聊了吧！而且我人家骑登山越野车，我骑那个熟女车，买菜篮的那种，要怎么跟人家尬？一碗酱很少，终于有人说出我的心声了。一碗，对啊，这样明明就很少呢。每次我粉丝都说我吃很多，我都觉得很心很累，就是哪里多啊？茄子面的分量，茄子面，可是面是淀粉类啊，就是淀粉类会是容易饱的啊。淀粉类很容易饱，可是这个没有淀粉啊，它淀粉只有年糕哎，年糕只有六个，怎么可能会饱？你们有视觉差，这个碗就是一般家庭的那种碗啊，就是一个饭碗，碗不是这种碗哎，是这样子一个碗哎，只有这样一个碗。你们业障太重，爸爸明明就可以吃十几个水饺，居然觉得这样子很多。下次就吃更多，证明我很能吃。不知道，我先把这个吃完。先让我把这个吃完。可是其实我好了，我没有很喜欢别人说我好像小鸟胃什么的，就是我是个正常人，我是个正常人。居然犹豫了，没有，只是因为，没有，就只是觉得，就是正常人。哎，他现在为什么突然英文广播？就是我是正常人的食量嘛，可是明明就只是很小一碗，结果还是被说吃很多，就是我就想说。你们都把偶像当成什么？偶像也是人呐、啊，这是什么奇怪的点？没有，我只是想说偶像也是人。浩浩要走了，浩浩拜拜。2020520，米娜的空中英语，没有，我没有很喜欢这种。没有很喜欢这种什么空中英语，我都是想学什么就去找什么，这样会比较有兴趣。好像不是的，爸爸吃饭不要说这个好吗？无尾狐懂吗？无尾狐懂吗？
小千都鼓励我吃多一点。粉丝觉得我吃太少，如果我吃太少，粉丝会觉得我吃太少。可是我吃，明明这也很少，可是粉丝又觉得我吃太多，就是，不知道。一片吐司真的太少，不是啊？可是吐司是淀粉哎、欸，吐司是淀粉哎、欸，而且有抹酱哎、欸，很多哎、欸。家当无安，从直播看起来很大碗，难道是我太瘦了？难道是我太瘦？这个碗的才我的脸的一半不到哎、欸。现在才知道我太瘦，没有啊，我哪有太瘦，我没有太瘦，我每次直播都有人要说主播今天脸很圆，今天只有今天而已吗？一直都很圆，好不好？你哪有吃很多吗？干嘛整个脸都扑下去？没有啊，想要比一下，哎呦，我气到都叉子都挖到旁边了。我只有饭吃的很少吧，因为我是不喜欢吃饭的，所以饭以外的东西都是正常人的量。主播我今天运气很不好哦，不知道今天在干嘛。也不是说粉丝说我吃很多生气啦，只是因为之前几次直播，就是我积怨已久，不是因为今天而已哦、喔。谢谢太空的热敷，我也忘记，反正就因为中午，其实对中午我直播常常会吃东西嘛，然后有时候就是都是吃我平常的量。我大概吃的量也就那样，不是比起一般人是比较略少一点，那也不是说特别多，可是反正有时候吃小东西，然后粉丝说 Mina 今天吃很多，那我就嗯会吗？然后可是直播结束之后，我就在想，才只有一碗，到底哪里多？我就一直很困惑，然后困惑我很久，然后到今天我就是觉得又被说很多的时候，我就有点控制不住，所以我就砰，我的炮火就爆炸了。就是因为其实不止一次，所以我都在想，一般人想象偶像到底都吃多少，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很纠结。我把碗拿起来看，可是那个碗真的现在超级脏，因为它刚刚火山爆发。直播看不出碗在哪，就是一般人家里的碗不是这个 size 吗？就是最小的那种饭一个饭碗的碗，可是因为这。刚刚就是爆炸了，刚才发生了一点意外，所以这样子啊，就是我要量怎么样让你们知道它的大小，但是它真的很小碗哎、欸，就是一个饭碗的饭的大小，一个正常饭碗的大小，可是年糕只有装不到一半哎、欸。点了，今天居然有红包，今天居然有红包，今天有红包哎、欸、耶！好，没事，我只是说说而已。继续吃，谢谢追踪。我先把这个年糕吃完，然后今天是520，等下来唱。爱情有关的歌好不好？大家来唱跟爱情有关的歌。我都看少数的。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算是少数的，看到还是会在意吧。饭会不好吃，没关系，都已经不好吃了，反正也就剩两口就要吃完了。
去年今天是总统任职，我们不关心政治，不是我们不关心政治，我们偶像不谈论政治，我们只在乎爱你爱你五二零。他说都气饱了，有一点。心大一点才能多装几个粉丝。我觉得我刚才生有没有？我刚才算生气，小生气。我把粉丝都气跑了，没有人要看 Mina 了。我有办过百度账号吗？没有哎。你们还在？为什么你们还在？你们是喜欢被骂是不是？你们是抖 M？ 谢谢孝贤的真情告白。啊，汉汉不是粉丝，为什么汉汉不是粉丝？说清楚哦。午休时间偷看。你们都不知不觉就吃完午餐了，好快哦！还是你们都没有吃？哈哈，是米粉不是粉丝哦？米粉跟粉丝不一样吗 ？Hello， 元宵午安！质疑小朋友，为什么叫我小朋友？我是大朋友。米粉跟粉丝不一样，所以哪个是透明的？米粉是不透明的，粉丝是透明的，不会的，各位可以当我的粉丝，我不会把你们当透明的。说粉丝是透明，感觉就是哦，粉丝透明的我都看不到，我只在意我的米粉，没有，我都粉丝我也都接受了，好吗？卵丝不是透明，卵丝是海鲜吧？哈，吴伟湖还要继续期末考，怎么觉得你一直在考试啊？快点快，先睡一下。祝你考试顺利，吴伟湖。五二零二零二零五二零，可以不要飘吗？飘？飘是什么意思？拿去煮卤味就不会透明了，让它染颜色。茄子好派，就是这样喵。哦，我刚有留言飘了吗？可是飘瓶不是，等一下飘不是要花浪花吗？你们不要浪费浪花在飘啦，真的是！快要星期四了，好哦。哎，明天我也有直播啦，明天是下午五点，嗯。但是我通常都看下面的，其实。飘的我反而不太会看到。勾追，我勾追，立马勾追。我明天没直播，对不起，我记错了吗？哦，我是星期五直播。哦，是星期五。对不起，哎，主播真的是排带排带。哎，我是记性不好，记错了。台语不错，
对啊，我答应拜拜。我记错了，对不起，是后天啊，我以为我连三天要跟大家见面，啊，气到什么都忘了，就是嘛，你看被你们气的，气的眉毛都变粗了。好了，因为本来就很浓。今天礼拜四的话，茄子又要，为什么？茄子怎么了？谢谢熊熊的新之冠，是不是因为我今天穿茄子色，但没有吃茄子，茄子生气了。眉毛不能甩锅，眉毛甩锅什么意思？灵活的眉毛。茄子每周四都很凶，真的假的？怎么会这样子？等一下哦，我知道了，是因为那个吗？礼拜四猴子去考试，所以茄子要考试就不开心。茄子是猴子。啊，还是因为星期四 Mina 没有直播，所以不开心。礼拜四跟其他时间是两个人，是不是多重人格？是不是多重人格？我前几天看那个老高的影片，老高的影片就在讲那个比例，24个比例，他就是在讲多重人格的故事。看了之后觉得哇塞，超酷的，真的有24个人格，而且就是不同的人格，然后都会不同领域的事情，会不同语言，我觉得太酷了吧，真是天才啊！24根茄子，茄子没有24，它就两个。反正就是两种人格，每到星期四的时候就会切换某一种人格，很酷欸。所以其中一个人格是喜欢 Mina 的，可能别的人格是推别的成员的哦。我怀疑这里的米粉们，你们都有多重人格。所以如果好，我知道了，如果哪天我看到你们在看别人的直播，这代表一定是另外一个人格的你，绝对不是推 Mina 的这个。这么想我就不会那么难过了。嗯，原来是这样，太棒了！谢谢追踪，大家好，我是 AKB48 在台湾的姐妹团 AKB48 Team TP 的 Mina 潘之怡。你们自己都没发现有多重人格。如果你没有你去浪的记忆，可是却被说你很浪，就代表可能是你的另外一个人格哦。听说那个比利有拍电影耶，我说不是比利有拍电影，就是比利24个比利的这个故事有被拍成电影，然后我觉得好像很酷，我是还没有去看过啦，可是觉得超酷的耶，真的有这种人。谢谢小朋友追踪。亚瑟很凶，不让别的人格出来。亚瑟很有权威耶，很厉害。可是想一想，你觉得比利，但他也真的是一个很脆弱的人，就是因为有说嘛，比利他会有不同人格出现的时候，就是通常他想逃避某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他被他爸爸骂了，还是他妈妈骂他，不想听，然后就变成一个聋子的。比利出现，然后想说，比利，你们也太，这比利很脆弱哎，人家骂他一下，他不想听，然后他这个聋子的属性就出现，然后就完全听不见。我觉得比利其实他也蛮脆弱的嘛，就是我们一般人被骂就好好左耳进右耳出就算，比利很厉害哦，他就变出一个聋子的人格，老师人格，老师超强啊。是因为有心理创伤是没错啦，就是通常有多重人格的这种，通常可能是童年有什么心理创伤，因为比利的家庭也是比较，就是重组家庭嘛，比较复杂，就比较容易这样。对对，玻璃心，有一点玻璃心，可是也是跟他的成长背景有关。然后补太阳啊，补一补就补出一个人格，这也是很厉害。重组家庭，但是
不是说重组家庭就不好，也是有很多很棒的重组家庭啊，只是比例刚好遇到的不好。先吃东西，哎、欸，我其实剩最后一个，我其实剩最后一个年糕了。成长背景会导致一个人变很多，的确是这样，没有错。就像你们看到 Mina， 我今年已经快要24岁了，可是我还一直就是很像小朋友，就跟我的成长家庭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家的人都呆呆的，也不是说我爸妈很呆，就是比较乐天知命，就是有什么事情我们不会去跟别人计较，就可能就每天都笑笑的就过去了，对对对，就是这样可以比较开心一点，就是不是说我们怎么样，只是说比较不喜欢，不会去跟别人计较什么，然后就每天开开心心的，这样就心境也比较开心，长保年轻嘛。真的啊，所以我觉得我在这样的家庭状况成长之下是就是蛮快乐的。对，那至于后来就是后天影响的我的个性嘛，就是其实就像你们一开始看到我，你们一开始认识的我是比较内向比较害羞的我，谢谢太空掌声鼓励。但是后现在的我比较像是原本的我，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子，可能讲话很直接，然后你们说 Mina 吃很多，什么我哪有吃很多，你才吃很多，你全家都吃很多，就是有时候会有点小失控，其实原本的我比较是这样子吧，我觉得其实原本的我是这样子啊，不要那么火爆，可是我是狮子座的啊，其实就是有时候会有点小火爆，可是就是没有，只是想讲，不是真的生气，大家就是想会有什么就会直说嘛，就有什么会直说，但是以前的话就是我觉得被声音影响嘛，因为我每次一讲话的时候，特别到新环境，然后讲话的时候所有人都会看我，然后就然后就会导致我突然被注目，然后就是我很奇怪嘛，然后就不敢讲话，就导致我后来内向，个性比较内向，对对对。今年突然情绪很嗨，没有吧？射手座也是很直很火吧？有，我有射手座朋友，狮子跟射手很 match， 很合。从狮子变回仓鼠，但两个都是我啦。谢谢嘉明的 love。没有人规定狮子座一定要火爆，可是就是不能控制嘛，就是有时候就是会不把话讲白了，就会心里觉得不松快、欸。就是我可以不讲，但是我就是觉得讲出来比较好。不然我就会自己一个人一直很闷，然后直播结束可能搞不好我就得厌食症，就觉得我吃什么粉丝都觉得我吃很多，那我都不要吃了啊，就可能会这样子。可是我讲出来之后就觉得哦，可能大家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啊，可能直播上面看觉得玩很大还是等等的，就是至少讲出来我比较会开心。谢谢开心教徒的 love you， 要讲就讲清楚，对啊，讲清楚。好啦，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年糕了，应该冷掉了。大家吃吗？好冷哦。我吃的很少。等一下，你们不能为了讨 Mina 欢心故意在那边说 Mina 吃很少。
多情侣之间就是这样，有没有？你说你哪里胖？你超瘦，很瘦，多吃点，多吃点。然后那个情侣从一在一起以来，已经胖了十几公斤了，已经什么大一号了。他说：“妈，你超瘦，多吃点。”他越来越胖，不可以，不要被花言巧语所骗，好吗？我是不会被花言巧语所骗的。养女友，这是奶奶故事，没有啦，奶奶没有胖十公斤。用情侣比喻，这比喻真是太贴切了。谢谢熊熊，掌声鼓励哦！这锅真的是，不是这锅，这碗真的是太恐怖。我吃完了，我吃完了，它长这样，你们就知道它爆炸威力有多猛了。谢谢太空的 love， 爸爸现在也幸福肥。为什么爸爸幸福肥？有个惨烈，我们把这惨烈的东西拿走。把它，我等一下去收拾残局了，真是。好啦，今天是520是不是应该要唱一首什么甜蜜的歌给你们？这首歌好像也很甜蜜耶。这首歌就叫 Love You。等等，不知道清多久，没关系，我自己笨笨的。谢谢嘉豪的 kiss 啾啾。仁豪今天要与世隔绝，那仁豪你今天不能出门哦，不然会被闪爆。微波炉超难清的，不会被花言巧语骗，但是会因为 kiss 啾啾妥协。哪有，我才不会被 kiss 啾啾妥协呢。你们以为送什么 kiss 啾啾就可以赎罪吗？剩下酱汁可以沾吐司， Mina 吃饱了啦。谢谢嘉豪的啾啾你哦，谢谢阿奇啦，综合喵喵 kiss 啾啾，谢谢米酒还有小千的 kiss 啾啾，谢谢茄子，谢谢新电影哦，谢谢老沙杨鼠，谢谢阿华还有太康的 kiss 啾啾，谢谢姐夫还有爸爸 kiss 啾啾，我才不会因为你们送我 kiss 啾啾就。谢谢安妮的 kiss 啾啾，谢谢不想上班 kiss 啾啾，谢谢加速的 kiss 啾啾，不要再去啾啾了，没有用。谢谢浩子的 kiss 啾啾，谢谢杨翔 kiss 啾啾，谢谢憨憨大声说爱你。你们干嘛？你们干嘛？你们干嘛突然？干嘛？干嘛突然告白一波？人格分裂很彻底，一定是另外一个 Mina 人格。谢谢小明的 kiss 啾啾，谢谢笑贤，谢谢开心的告白气球。今天是分裂的版本，爆气鼠哎，这什么东西？什么有马呢？谢谢新鲜柠檬的 kiss 啾啾，谢谢晨晨。我隔壁在发送火箭了，是不是？谢谢小明还有陈的 kiss 啾啾。我刚刚说什么？我不记得我刚刚说什么。谢谢爸爸告白气球，等一下，我不记得我刚刚说什么哎。我是记忆力不好，还是我刚才真的是另外一个人格？另外一个人格发生的事情我不会知道，因为没有连，中间没有关联哎。谢谢阿凯的真情告白。啊！我真的不记得，刚才气都失去记忆了。对啊，我刚才只记得一阵 kiss 啾啾。揪到忘我，
你们好啊，原来 Kiss 啾啾的用意是洗去 Mina 的记忆啊，因为 Kiss 啾啾妥协了，才没有。粉丝是计划筒，可恶啊你们！只剩下啾啾，对啊，我记得啾啾，其他都不记得了，都忘记为什么生气了，就是啊。谢谢综合喵喵的 kiss 啾啾。今天是520，我还是要唱一下甜蜜的歌给各位。甜蜜的歌，讲到520，大家会想到什么歌呢？啾啾啾啊！啾啾。可以唱啾啾，我以前有唱过啾啾。帅到分手，你们这些人，520唱什么分手的歌哈？你们这样子不行。Hello Ultraman， 晚安。我要来唱啾啾，因为你们家给我很多 kiss 啾啾，所以我要唱啾啾。等我看一下有没有歌词。没有，等一下我没有歌词，我要找一下。啾啾，可以唱爱你。哎，好像可以哦，谢谢爸爸的点歌，谢谢熊熊的 kiss 啾啾，谢谢阿华还有笑笑，谢谢太空，王心凌的爱你，哎，我没唱过吗？可以啊，应该有唱过，不过可能很久没唱了，所以可以再唱。唱谢振宁行李，干嘛你要打包行李了吗？爱你有好几个人的版本，你说 Kimberly 的爱你吗？哎，对耶，爱你其实有很多歌哎，唱两三次，可是在2020唱是不是感觉特别不一样？好像可以哦，但是我现在想要先唱啾啾。如果有，就是爸爸的另外一个人格听到的，有可能哦。那我们来听啾啾。嗯，等我一下哦，找一下音乐。要在520唱的《爱你》特别不一样。等我一下啊，快要1:30了啦，有点赶。你们要去上班了吧？啾啾，有了。Kiss me, go on, let me feel your heart beat so sweet.初めてのチュー、思い出のチュー、赤と青の磁石みたい、言葉よりもはっきりしてるわ、どんな嘘つきも正直にする一瞬の出来事だから、泣かさないでの嘘、それから What do you say?時が止まる肩の力抜いて君しか見えないこれから What do you feel? Tell me what you want ブルルル Look at me, I want it you You kiss me Go on, let me feel your heartbeat So sweet ブルルルル Look at me, I want to kiss your lips Go on, let me feel your heartBe like a drum. Yay! He
kiss 啾啾，谢谢阿华还有加入他的 kiss 啾啾，生日吻，好吗？等一下唱一下中文的，这首很啾啾哎，谢谢太空的啾啾。Look at me, I want you to kiss me. Go on, let me feel your heartbeat so sweet. Look at me, I want to kiss your lips. Go on, let me feel your heartbeat like a drum. 谢谢茄子的 kiss 啾啾。中文也有啾啾的歌词吗？中文哦，中文可能只能唱爱你了。2020五二零可以唱两首爱你的歌，因为是2020。Kido, you gonna come on, look at me, I want you to kiss me. Go on, let me feel your heartbeat, so sweet. Come on, look at me, I want kiss your lips. Go on.Let me feel your heartbeat so close. 然后去上班了，一点半了，仆人拜拜。谢谢亮明的 kiss 啾啾，好，谢谢姐夫的 kiss 啾啾。开心教徒拜拜。明年就只能唱一次了，因为是2020。对啊，2020要唱20首，那我直播开不完了。谢谢杨雄的跃动音符。OK， 好，又开始下雨了，不喜欢下雨。谢谢晨晨的音符，哎，我现在才发现这音符有声音哎，音符有哆来咪哎。谢谢谢谢你们的音符，大家好，我是哆来咪哆来咪哆来咪呐。欸，我今天才听到，欸，之前就有吗？还是我之前没有开声音？好酷哦！哆来咪，哆来咪 ，Hello， 华语午安，怎么现在才来？昨天我妹妹才说不能凑哆来咪，真的哦？昨天怎么没听到？为什么是哆来哆啊？华云刚睡醒也太好了吧，睡到一点半。咦，好，一点半了，那我还要唱爱你吗？爱你我是不是两个版本的爱你都唱过了？好像两个版本的爱你都有唱过。礼物是随机的，难怪都凑不到哆来咪。看我，因为我怕你们要去上班什么的。那我们来放爱你，我们来放爱你，然后我来念排名。三点才上班，也太辛苦了。那我来念排名呗。好多人放假，太好了。我们先听爱你。今天的第13名是太空，谢谢太空。12名是浩志，谢谢浩志。11名是 Wingo Dioloviosa，Thank you。第10名是仆人，谢谢仆人，仆人去上班了。第9名是阿尼，谢谢阿尼。第8名是开心教徒，谢谢开心教徒，他也去上班了，拜拜。不是拜拜，已经走了。第7名是孝贤，谢谢孝贤。第6名是憨憨，谢谢憨憨。第5名是爸爸，谢谢爸爸。第
第四名是熊熊，谢谢熊熊。前三名，第三名是嘉豪，谢谢嘉豪。第二名是阿卡，阿卡，阿卡表情是坏掉的命啊。第一名是萝莉狼，不是萝莉狼，第一名是萝莉熊，谢谢萝莉熊，谢谢小千的音符，谢谢大家，2020，我爱你，我爱你们，みなさん大好きです。我总看见自己到底你懂我，或其实我本来就像你，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我喜欢爱你外头味道，还有你的怀里，把我们衣服纽扣虎口，那就不用分离。美好爱情，我就爱这样贴近，因为你。KTV 的时候，我都唱那个 baking 的部分，就是我不唱主 melody， 都要唱 baking， 因为我喜欢和声。谢谢嘉豪的 kiss 啾啾。Cindy， 耶， yeah， 爱你。好了，我还是要决定要唱完两首爱你，因为今天是2020，要唱两首爱你，是2020。耶耶耶耶耶！硬要唱男生的部分，在凌晨3:26。哈哈哈！哎，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都硬要唱那个哈哈哈的部分，男生的部分。那是因为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明明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由我常烦着你。 Oh baby， 请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要想到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Oh， 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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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最近打喷嚏都觉得是我在想你。我有爸爸说，最近打喷嚏都变比较久了。唱这首歌就想到之前去上海的 Asia Festival 的时候，我们有跳这首歌。我已经忘记怎么跳了，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很短的时间，然后去学了。我觉得这首歌的舞蹈蛮好看的。
那场影片很少，因为不能录影吧，是不是？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我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怎么会唱这首？因为上海也是听华语吧，所以选他们比较对台湾比较有印象的歌，然后也比较甜美的歌吧。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握住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再……忘了歌词。Oh baby， 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又不唱 melody， 要唱后面的 baking。 哦，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点，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多一点才会慢慢发现，哈，因为你让我心甘情愿。好啦，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直播。那我们星期五晚上9点见咯，谢谢熊熊掌声鼓励，大家拜拜。2020爱你爱你，520爱你们。还好有跟到，刚好跟到后面唱的几首歌，那大家拜拜咯，拜拜，爱你们。妮娜没有生气，大家拜拜，礼拜五见咯，鸡腿拜拜，拜拜拜拜，大好き皆さん，拜拜 ，love you， 爱你，拜拜，谢谢浩浩的 love， 嘿嘿嘿，我爱妮娜，妮娜爱我 ，yes， 大家拜拜。